啊、舞团等等啊，到主持人。都是孔爹妈孔酸奶、啊、我今天是来露脸的，我们今天来刷脸的。对对对，我们所以一定要空出来，让我们所有现场的长官贵宾都能看到舞台上的表演。对对对，没错，麻烦大家。虽然我们今天舞台比较高一点，但是呢，你们的相机如果升很高，他们还是会被挡到的，他们还是看不到。对对对，没事，在这个到晚上九点半的之前哦，我都会提醒着大家，好吧？我今天是维持秩序的，是纠察队队长。对对对 对, 对, 对，我等一下要拿哨子出来，如果谁的那个相机拿太高，就哔哔。好，我们再一张哈，我们要邀请所有的武媚娘们，我们呢第二张，我们呢让所有全体的长官贵宾可以一起入镜，所以呢我们请各位背对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贵宾，让我们的这个官方摄影师上台拍照。大陆去交流嘛。是。